现在我们来到了芭提雅最大的水上市场，这里距离海悦城大约47公里，交通十分方便。四方水上市场在富泰游客中有着特殊的打卡意义，因为它融汇了泰国东西南北四个区域水上市场的特色而得名。它是一个商业化和艺术化完美融合的典范，你可以选择步行游玩闲逛，也可以选择坐船来欣赏这里的美丽的风景。在船上购买美味的食物和精美的手工艺品，市场内的商贩都非常热情。商品包括有新鲜的热带水果、手工艺品，包括泰国各地的小吃也都云集于此。这里不愧是吃货和摄影狂的天堂。此外，因为中国游客比较多，不少商贩都会说简单的中文，很多店面也都写有中文标识，整体的氛围十分亲切。坐在船上吃着当地特色的小吃游玩，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体验。四方水上市场是一个充满乐趣和惊喜的地方，无论是品尝美食、购买特色商品，还是体验水上文化，都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赶快来体验吧。